晚上好。嗨，等等，我看首歌。嗨，晚上好。直播的感觉，其实也才直播过了。之前，谢谢 Simon Rabbi 送的夜蝶，谢谢 Simon Rabbi， 没有感冒，但今天嗓子好哑啊，哦，今天嗓子一直在咳嗽，Hello， 晚上好，大家。胖大海，好的。明天早上本来想去游泳的，但是觉得游完泳之后应该没有办法跳空翼，所以算了，还是不游了。对，是的，是的。Hello， 晚上好。对，今天有那个 DV， 因为其实我不太敢游泳，最近就是因为我总觉得我的头发会掉色。对，就是头发会掉色，然后就觉得我怕我进泳池，那个游泳池就飘蓝色的水，有点吓人。对 ，Hello， 晚上。鼻炎吗？对，室内的，我也不会去室外游泳了。这个天这么晒，是吧？因为我那天跟我妈去做瑜伽的时候，就是做那个普拉提嘛，然后就看到楼下有阿姨在游泳。我就看了楼下阿姨，我觉得好晒啊，哦，就觉得很晒，因为总感觉游泳的时候真的很容易晒黑，尤其是室外游泳池，哦，就非常容易晒黑，室内肯定不会晒啊，对啊。你们知道吗？我刚就是坐，就是因为我不是打车回来嘛，今天。然后那个司机师傅一直在问我，他说你是演员吗？我说我不是演员啊。然后我说你看哪有演员没有助理跟着啊？我就这样跟他说了，因为他其实后来说这个时候我已经很不耐烦了。谢谢咔咔咔的咔送的夜蝶，谢谢。然后他说你是直播的网红吗？我说我不是，我就是一个普通人。他说我刚刚听到你说直播，我说我跟朋友说晚上视频直播不行吗？然后他还在问，他说你在哪个平台直播啊？是不是抖音？你的抖音号多少？我说师傅不好意思，你能不能专心开车？然后他又在说，他说那你是不是在别的平台直播？我说师傅，我跟你说了我不直播。他一直在那里问我说你能不能好好的专心开车呢，就他一直在问。然后你知道吗，很恐怖，因为我当时在就是看那个 B 站的那个弹幕，然后我突然之间抬头看了他一眼，他就是你们懂那种后视镜吗？就是他眼睛一直在看着你，我一整个被吓到了。然后我就立马戴上了我的口罩。对，等一下我充个电啊，我就立即马上戴上了我的口罩，然后我就戴上口罩，我很想再戴上我的墨镜，但是我总觉得我晚上下车的时候我会看不清路，因为我那个墨镜有点太黑了。然后我本来想说我戴着我的口罩戴上我的墨镜，然后我感觉很搞笑啊，我应该再戴上我今天的帽子。对，就是我觉得就是说我可能会看不清晚上的路，所以我后来就没有带了。对，然后你知道那个司机，今天我在剧场上车的时候，不是本来那个司机也没有跟我开那个后车厢嘛，然后那个司机，哇，下车的时候非常的积极哦，立马下车给你把车门打开。我说司机，我说不用，我自己可以，大可不必。然后我就
我拿了我的行李，拿了我的那个，然后我就站在那儿，很慢悠悠的系我的鞋带。我就是对，因为我是一个警惕心非常强的人，对服务一下子服务有点太到位了，我有点吓到了。然后我就在那儿系鞋带，我就看他几时走，我看他开出了很远很远的时候，我才走的。对，就很恐怖。对，就是跟刚刚反差有点太大了，因为我刚刚上车的时候，他一直就是那种很不客气的那种人，然后他就一直说，他说你按一下就好了，你干嘛？就是你们送车的时候，其实你们刚刚应该有看到了，就是说，他说你自己开就好了，摁一下就能开，你不会开吗？是这样子的。然后他在车上一直在问，就是我觉得你问两次，乘客回答你两次之后，你应该已经能，就是能听到那种很不耐烦，已经不想回答了。但他一直接二连三的问了三次，就是起码有四五次一直在问。然后我本来脾气很好的，我又开始暴躁了。我本来脾气很好的，我说我刚开始他是说你在哪个平台，我说我不，谢谢老刘是个 GME 啊送的夜蝶，谢谢。对，我刚才脾气很好的，后来我说你能不能专心的开车。对，因为我觉得已经就是我在做自己的事情，我在很沉浸式的看我的弹幕，他一直在打扰我。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总是能碰到这种事情，十分的神奇。就是谢谢阿慧送夜蝶，谢谢。对，今天有收到大家很多人给阿青送礼物，谢谢。非常搞笑一件事情，我收到了狗狗的衣服，就是说我的狗就是鸳鸯，它可能就是说还没有到来，就是我知道之前已经收到了一个鸳鸯的碗了，但是就是说这个衣服有点到的太快了，就是说我刚刚一打开我就对，是的，没有错，就是吓到了。对，这可能是鸳鸯的玩具，这个可能是鸳鸯的衣服，但是说实话这件衣服有点太大了，鸳鸯可能穿的有点大，因为我当时本来想买的那个是三个半月吧，这个好像有点太大了。这个是可以泥塑的，好的。哦，这已经 S 码了，这个有点太大了。对，谢谢鸳鸯万千宠爱集于一身啊。对，真的，是的，真不错。我那天在 Bay Market 看了那个好好看，我好想给他买，等我到时候把鸳鸯买回来之后我再给他买。对，就是一个项圈，很可爱。谢谢用户名已被占用送的夜蝶，谢谢你送夜蝶。家人们，是不是快要到三十号了？一定要提醒我，我这个月真的不能再忘记提醒。哦，再忘记就是说，这个月太苦涩了。对。是的。对。快了，是的。快了。我今天拍了很多，给你看看我给我的 DV。 谢谢丁门子的支付宝到账送的夜蝶，谢谢。看啊，因为上面太丑了，然后我就贴了个东西在上面。我等下在 DV 不是 DV， 我等下在 DIY 一下，因为我当时家里面只有这几张贴纸。画质怎么样？就是
你们没有看到我发的东西吗？怎么就是说画质怎么样？贵吗？你们知道吗？我从旧物市场里面淘到的，你们知道它多少钱吗？它只用380，380，你就能拥有它。是不是很划算？买到就是赚到。不是我，不是我本来是想买，就是我之前 DV 有做了很多功课嘛，因为我之前一直就很想买，然后我当时其实想买的是三养的，你们知，如果你们对就是这种有研究的话，你们应该知道三养是就是是一个日本的牌子嘛，然后我当时是想买三养的。然后呢，我当时因为已经想好了，哦，我很久之前说过，对对对，就是当时想买三养的一台橙色的，因为那个橙色的很可爱，它是这种这样小的，这样可以转的，但是不是火鸡面 ，sorry， 不是火鸡面，为什么只想到火鸡面呢？不行，我们要往长远一点想，对，然后但是。vlog 吗？在 B 站紫菜嘻嘻嘻，对对对。然后当时他那里好像只有白色的那一台跟粉红色的那一台，然后我当时看了，它不是我想要的那个型号，因为我之前已经做了功课想买的型号嘛。谢谢谢谢喵呜喵呜送的夜蝶，谢谢谢谢。然后呢就没有，因为我当时看了，然后就没有嘛，没有之后我就没有买那个了，然后就因为那有很多，然后我就跟那个阿姨说，我就坐在那个小凳子上，我就跟阿姨说，我说阿姨，我想看看这个，我想看那个，我起码在那里看了一个小时，就是那一天我上完那个舞蹈课之后，对，然后我就在那边，因为我上舞蹈课在北京路嘛，然后我去了那个叮叮杂货铺，然后我就在那里看了好久，每一台机子基本都打开看了一下。然后我就想说，因为之前有看到那个易烊千玺同，对，公元前易烊千玺同款的那台 DV 机也很不错，然后我就拿出来问阿姨，我说阿姨有这个吗？然后阿姨说好巧不巧昨天刚刚卖掉。我说哦，可能缘分没到，对，就是缘分没到，对，就只能这么说了，对，然后就没买那一套，对对对。但是易烊千玺同款那一台要1000多哦，但如果我可能也不会买它，因为太贵了。因为在我内心里面，我给自己定的一台，对，工资也不太允许，对，就是最近还是比较贫穷，所以我当时想买的这个这个月经济有限，对对对。对，然后当时我就给自己想说，就我当时想买的一台可能价位就是300到400块，然后这一台就是刚刚好。但是为什么当时三养也没买呢？因为三养那一台的价位要680，对，我也觉得有点超过我的预算了，所以我也没有买。然后就没想到挑中了这一台，就刚刚好，这台只用380，而且也在我的这个，就是我的这个范围之内，觉得 OK 可以，不错，能买的一个范围之内，而且还跟那个阿姨讲价了。我说阿姨，我在你这里就是经常来，就一回广州我就来你这边看，虽然我没有买，但是我一直有看。对，我就这样，我说我有看，我有买，虽然我没有买，但是我一直有看，就是每次来我都来看了一下，对。回头客，回头客，对对对对对，就后来400块钱，然后就有一张4G 的内存卡跟一个读卡器，对对对，嗯，是的，没有错。读卡器要38，4G 的卡要38。其实我也涨了蛮多了，说实话，4G 够用了，因为他们这种 DV 机
就是没有办法能一直的带很多的，就是没有办法一直的就是很大内存。对对对，38块钱一张内存卡，加38块钱的一个读卡器，加起来可能要70块钱，但是我只用了20块钱买了内存卡加读卡器，那我也是划算了呀。对啊，因为阿姨看我一直在那里，就是看了很久很久，嗯，一整个大聪明，谢谢你的夸奖。本来就是价格，不是，人家阿姨在上面标明码标价写好的。谢谢小 H I 喝冰拿铁送的夜蝶，谢谢。他的画质真的很不错，我今天拍了一个，但说实话。但因为其实我当时也没有往就是砍价什么的，我就只是跟阿姨说能不能便宜一点，就是可能阿姨见我也很健谈，跟她一直在那边聊天聊了很久，聊了一个小时。谢谢奇迹就是宫清凡色夜蝶，谢谢。因为我一直在跟阿姨聊，我说哎，这个参数，这个参数要这么调一调，然后把她那边的 DVG 的参数都这么的调了一调，她可能也觉得我蛮辛苦的啊。对，是的，谢谢小游努力搬砖送了权杖，哇哦，谢谢小游，谢谢小游。我还看了胶片机来着，但是我当时我没有，我最近没有对胶片机没有特别大的研究，所以我就没有买胶片机了。我现在买的都是，我最近又买了一个新的胶片，就是一次性的胶片机，然后明天我去拿完之后，到时候拍完洗出来看看感觉怎么样。就是我新买的那台胶片，就是一次性那个胶片机，是我没有买过的，是新出的，上面是有几只猫咪的那种。哦，我到时候看看拍出来怎么样。对，傻瓜相机用过啊。你们看看，这是现在的我。哦，不好意思，反掉了。哦，那你们得这么看。就是说，你们现在看到我的颜色，跟我哎，等，是这样。你们现在看到的颜色可能有一些些色差。但是它就是那种很复古的感觉吧。哦，这张照片很有感觉耶。我今天拍，就是因为我这台还可以拍照，对，然后我觉得这张也挺好看的。这是我拍的机场。对吧？就一整个大复古的状态。但其实我家里面有 DVG 啊，我家那个 DVG 也很复古，但是我妈说那得上磁带，就不知道去哪里买磁带了现在。哦，就是你等于说你买完那个磁带之后，你还得洗出来，就很复杂。我家以前有那个 DVG， 对，那个真的很复古，那个非常的复古。哦，香港，哇，这种复古东西贼多。我感觉我最近的风格有点偏那种
说不上来，就很喜欢那种穿黑色的衣服，然后戴那种帽子、墨镜什么的。然后最近也很喜欢拍 live 图。我以前嗨，我以前属于那种就是一定得拿美颜相机拍，然后现在就很喜欢就是直接拿原始相机拍。谢谢人在毒圈里的龙宝宝送夜蝶，谢谢。对，就很拍那种很随性的感觉，没有错，就是 live 图，我也很喜欢 live 图，最近非常喜欢 live 图。哦，就是而且你把那个 live 图放大，它会有点颗粒感，会更好看。早安。哦，对，但是安卓没有看到，但是我有看到有小朋友就是把我的 live 图转成动图发在超话里面，你们可以看得到。对，他们也辛苦了，真的不容易。然后我还看到了有人就是把我所有的 live 图做成那个视频一样。对，是的。在插画里面，谢谢西西二送的皇冠，谢谢西西二每次在阿星直播的时候都给我送皇冠 TTL。 对，所以我最近很喜欢拍 live 图，然后又很喜欢那种比较复古的东西，就是比较自然的东西。哦，最近就很喜欢这种，哦，对，就是 vintage。 对，谢谢椰子小奶糕热伤风版送的夜蝶，谢谢。等下个月工资，好心酸。等下个月工资发了，我还想给自己购入台那种，就是那种黑胶唱片机，感觉放在那个房间里面，然后就是那种，哦，好有感觉，哦。哦，这个有吗？有情调，一下子回到了80年代，是吗？哇，谢谢 AH Star 送的皇冠，谢谢你。我看到网上有一个那种就是很木质的那种感觉，就很复古木质的。其实我那天去那个二手市场有看到一台，刚下班，辛苦了。就是刚看到了一台800多的，之前我在北京有一个去了一个复古市场，它里面有一个 Spiderman 的那种，就很酷。但是其实那个说实话，那个蛮烧钱的，我还在考虑。对，我还在考虑。对，不一定会买，因为现在在我看来，可能把那个琴。刚就是电子琴比较重要一点，我想好在那个地方放个电子琴。对，买唱片很烧钱是，放的为什么放不下呢？是的，就是可能人会因为不同的时间点想做不同的事情嘛，然后可能就是现在很喜欢就是比较复古的东西。就喜欢很复古的东西，然后就是那种，就是比如说很想买一个那种很大的那种花瓶回来，然后就放一根那个叶子那种东西在上面，然后就是那种用那种灯打过去的影子，然后上面就会有那种感觉，然后你把那个灯关掉之后就有那种叶子的那种感觉，然后再放那个黑胶片，然后再拿 DV 机拍，真不错。然后在那里可以录歌。谢谢一喜送的夜蝶，谢谢一喜。因为其实现在也要慢慢想找，就是想，因为现在就像现在拍 vlog 一样，就会经常会有一些不同的新鲜的东西掉落出来给大家。我的相机是 G7S2， 对，就是你们最近有发现总选完之后，我觉得我自己的 vlog 会比较活泼一点，然后。也慢慢的来尝试自己，就是给大家不一样的东西。对，是的，发现了是吧？
对，就是想找一些不一样的东西，然后给大家尝试不一样的感觉，就是不间断的掉落一些不一样的东西给你。对，确实确实，对对对对对。电钢，哦，真的吗？哇，你好好棒啊！你是人生巅峰了，已经到达。对对对对对。等我先把那个电钢搞。对。和牛小咖那个棒，我觉得牛小咖他们剪视频剪得很好啊。对，谢谢谢谢阿叶送的夜蝶，谢谢阿叶，谢谢。他们有两台相机嘛，然后当时就是一直有拍不同的景。哦，对对对对对。什么节奏很不错？对对对对对。新手，嗯，佳能吧。我没有拉踩索尼的意思啊，我觉得新手的话用佳能可能会比较方便一点，对，比较好养，也够大够绿。好的，我先一样样来啊，对，慢慢的填满啊，就是不能一下子来，就是一下，如果我觉得很多东西一下子都能把它买完的话，就是感觉有点过于空虚了。对，谢谢大小熊。想说，嗯，一样一样慢慢来，对，就是，嗯，这样子也不用花，就是花一下子花很多钱，就是一点一点慢慢慢慢购入不一样的东西，对，就好像我上个月非常大的开销就是我的这个空气净化器，对，是的，没有错，没有错。对，毕竟今年还有一次生日，感觉每逢生日这个钱只能就是一直这样，就不会这样子，就一直这样，就像泼出去的水，就只要经历过一次生日，你的人就会升华，你的钱包只会下滑。你的人会升华，你的钱包只会下滑。对，简直说的太对了吧。的确，真的，哇，谢谢谢谢啊，耶耶耶耶耶送的黄款，谢谢啊，耶耶耶耶，谢谢谢谢谢谢。对，人会升华，因为你经历了很多不一样的事情，你每一次生日公演都是一个你历练自己的时候，让你成长很多。谢谢你的赞助，谢谢。但是为什么钱包会下滑呢？是因为你要去学习更多的不一样的东西，对，所以就会下滑。因为你要去学习很多东西，要买很多的道具，你想让自己更加的丰富，从你的服装到五金到，就是到小到道具，大到各种不一样，要上课，然后就是灵感的创作跟迸发，对，所以就是嗯这样子，就是你的人会成一条这样子的状态，格局打开，对，是的，还有编舞，格局打开，给大家介绍一个新的格局打开，对，对对对对对，太棒了，表情包又有，是的是。学编曲吗？慢慢来，慢慢来。对对对。现在是要先把这个声乐课继续上一下，就是原有的东西不能丢掉。哦，编曲跟编舞都很烧钱，是一个 fire 的东西。咖啡还好吧，咖啡对于编舞跟编曲来说可能冰山一角。对，谢谢劳力士的卡西欧送的夜蝶，谢谢谢谢。嗯，不，就可能冰山一角对于他们说有点太小，又有冰山一角对于他们说也是有点太小。对，
不喝速溶咖啡。哇，谢谢谢谢小游送的权杖，谢谢谢谢小游，谢谢小游，谢谢你，谢谢阿游同学，游游游。今天出口就 rap， 没有了没有了，就是不知道为什么最近会成这样子，可能最近真的是节目看太多了吧。啊，对，那一天跟你们分享一些非常有趣的事情，我觉得还蛮就是蛮激励到自己，很开心的一件事情。就是那一天，就是因为子倩不是在那个节目里面嘛，就是在那个少年说唱企划里面，然后周子倩在那唱唱唱，然后我就说啊，就是我说帮我给凡凡加油。然后他那天打就是视频电话的时候跟他加油，对，视频加油。对，开心。是的是的，对，电卧电卧电卧。哦，我体会到了那种感觉，很神奇。充电充电，对对对对对。我那个时候在录音，然后当时录音的时候你知道吗，就是我已经录完了，哎，录了吗？还没录哦，还没有录，还没有到我，下一个就到我了，下一个就到我了。然后呢，就是突然之间就是视频电话打来了，好巧不巧没有信号，然后我就一直来回的 WiFi 跟我的网络切换，来回的切换，然后我说喂，对，我都把那个手机伸到那个外面了，那个窗的外面，我说喂，我太懂你们的感受了，虽然说真的很不容易，这个信号差真的是很让人捉急，很想揍这台手机。对，真的真的明白了。于是我打开了我的5G 网络，我的5G 网络不是随时都打开的，因为打开5G 实在是太贵了。对，不是说开就开，但是我觉得这一次必须得开。对，我打开了我的5G 网络，还是很卡，对，还是很卡，家人们。但是很顺利的有就是说，我说就是有那个有打到招呼，对，我说 hello 你好，对，我说我是阿星这样子，对，我要跟他加油，对，一整个人就是这样子，假笑女孩，对，就这样，就是我说加油，你很棒。我其实应该当时录个 vlog 的，对，但是我觉得不太好意思，我说加油，你很棒，你真的很棒，你整个就是被冻住了，冰冻了的感觉，哦，就这样，没有语塞，就是被冰冻住了的感觉，但是有跟他说加油，画面定了，对对对对对，这样，是的，是的。然后他们有转达说我的 vlog 也是用了他的 BGM， 对，然后我还跟大家介绍了他的歌，对，就觉得被大家发现了，是的，是的。推荐的发色吗？哦，我最近可能应该也会染深色，但我现在其实也是深色。对的，阿里阿里，要染发。金发可能要留着之后回广州拍完那些
后续的一些东西，就是我不是要回广州，到时候要跟他们拍那种，就是拍几个 PV 嘛，然后因为 PV 不能金发，对，只能到时候广州拍完 PV 之后再那个再去染金发。嗯，我喜欢这首歌，这首歌叫 Inner Dream 哎。这次应该会接头发，或者下个月再接，先染吧。哦，因为不染，我说实话真的不太敢去那个游泳池游泳。嗯 ，Inner Dream。嗯，差不多了。我最近想游泳，嗯，我妈跟我说，她说，虽然我本来就会游泳嘛，然后就想说，每天都去游一下，击剑吗？击剑等阿蒙空了跟她一起去，对对对，是的，是的。但是游泳的话，其实我觉得可以一个人去，因为怎么说，游泳本来就是一项你顾不到我，我顾不到你的环节。哦，射击最近可能不会去，因为射击真的太贵了。我跟你们说，十发子弹要280，就是说下个月再说。哦呐，这个月只能就是。是的，对，还是体验套餐哦。我觉得射击比这个射箭还贵，嗯，我觉得一两次 OK， 但是经常也不用，反正我也不是往射击运动员发展，是吧？我可能可以往射箭运动员发展，但是射击运动员暂时感觉不需要我。对，我觉得还有很多人可以去尝试它。对，是的，奥运会还不到。对对对，我觉得就是勇于尝试一些不一样的东西啊。对，明天应该也来不太及去射箭。我明天哦，今天这件是我在广州买的新衣服，对。今天这件是新衣服，你们知道吗？这件衣服它这里还有个兜。他那天那个 sales 跟我说，他说你这里有个兜，我说哇哦，酷。对，这是件背心。但是我今天这件衣服没怎么拍照，所以我之后肯定还会再穿。嗯，然后明天穿的那件也是新衣服，也是回广州买的，然后还明天还会带一个发带，也是在广州买的。谢谢 free load 呀送的皇冠，谢谢送的皇冠。明天不是无袖，明天是有袖子。嗯，对。对，广州真的好热，这就是。我喜欢分开读，一整个读完不行，这个装不了相机，太那个了。在广州，在东山，我发现我现在回广州都在东山，都是经常去东山逛，就很少去天河那边。嗯，现在的东山口有点像是这边的安福路，
就是有点像是上海这边武康路安福路的那种感觉发展了。对，是的是的。披风吗？不知道，阿姨好像没装上去，等下到时候明天再问一下。其实本来那个谁，有人问我说要不要换 uni 去来着，但是我不是回家了嘛，我回家那几天也没有办法能，就是没办法学，因为每天都要录音，还要学舞蹈，根本没有时间嘛。因为我觉得，如果你没有把舞蹈学好的话，还不如不跳，就是。如果把它跳得很差的话，还不如不跳。哦，我不想说第一次跳这个舞就跳得很乱七八糟，所以说后来我就说下一次等我在上海，一直在上海的时候，我说可以再跟你再换。对对对，就不要为了赶当下去做这种事情。对对，嗯。对，这次回广州就疯狂的录音，然后下一次回广州就是，哇，谢谢西西二送我的第二个皇冠，哦，谢西西二，谢谢雷，下一次回去就是疯狂的那个拍不同的 PV， 对，下次回去要拍两个 PV， 嗯，就是。就是这次录的两首歌都要拍 PV， 所以说，对，嗯，陆续有来，大家，就是给自己随机掉落不同的东西吧，嗯，对，就是一个月有一两次不一样的东西在 B 站上面出现，我觉得挺好的。对，就不是那种经常性很常规的东西，就突然之间给一个惊喜大家，就很不一样的感觉。对， good， 哇，谢谢道尔顿的克莱斯特送的权杖，谢谢。今年的播放量不错，今年吗？还是这一次最近总选完之后？谢谢戴尔顿的克莱斯特，谢谢。因为其实，哦，专属领带找到了，阿姨找到了，她放错地方了，对。对，嗯，没有，其实没有把自己逼得很紧吧，只是想做一些更多不一样的，因为其实我当时，总选完之后发了那个 B 站建议的那个东西，其实我真的很有认真的去看了大家说的一些东西嘛，然后我觉得其实有些东西就是有一些好的东西，我肯定想去改，让自己去改变一下，让更丰富一点，对，这样子就是说有更多人喜欢阿星的话，其实。大家也不会这么的辛苦，对吧？就是给阿星做应援工作的时候，应该也会有更多的人喜欢我，我是这么觉得的。对，就是多尝试不同领域的话，也会有更多不同领域的人能认识到我，因为其实看那个。哦，谢大金呀、啊！对，是的。因为其实大家都很不容易，我也知道大家。是的，是我其实我觉得我现在已经比较潇洒了，就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就是。有什么就说出来，我觉得我现在这样子挺好的，我真的挺好的。就比如说今天大家一直有说这个喝咖啡的这个问题，我就会以前按照我以前来说的话，我可能就是忍住一整个不说，但是我今天就一定要说出来，不然我很难受。就是说
这个吃饭的问题也是，只是我真的是有在吃。对，是的，就是我觉得有时候大家有点，我觉得这个是需要大家去矫正的一个问题，就是有点过于盲目的看到别人说什么就去说什么了。就是我不是说是所有人吧，可能有一些是你不常知道的，我是一个怎样状态的我，然后你突然看进房间，你不知道说什么，你就跟着别人一起说吃多点吃多点吃多点，然后我就会觉得真的没必要。对，就是也有可能是我其实是真的已经吃了，但是我没有跟你们说而已。对，不是，因为我觉得吃饭不是一件值得让大家需要去夸奖的一件事情，这是一个人类自然反应的一件事情，并且我现在也有每天的按时的去吃这个东西，所以我觉得就是我每一次吃也不需要说大家就是一直一直的就是说啊你吃东西你吃东西了，就是我现在也没有在我的 vlog 里面说啊张欣吃东西了要鼓掌这样子，我现在也没有这么说的，就是正常的吃，正常的干嘛。对，我觉得就是正常的吃东西，就对，我其实正常的我现在自己有吃，很吃，认真的吃。对，我觉得有时候就觉得啊你要多吃点太瘦了，就是因为其实我有这么吃，那我肯定也会去运动，对吧？普拉提不是白做的，大家公演也不是白跳的。对，就是因为我们其实体质说实话也不是那种真的容易胖的体质，因为我觉得我们每一周都有公演，尤其是其实这场公演比头号新闻这场公演出汗率真的是大了很多，而且我平时就是也会做运动啊，也会跳绳什么什么的，所以说就算吃了可能运动也会去消耗掉它，所以说可能也会一直有保持这个，所以说大家其实真的不用担心。对对对对对，我知道大家担心也是为了我好。对，是的，就是让你们担心的，因为以前的我是的确是有点啊，就是有点过于偏执化。对，现在虽然有点偏执，但是比以前好了很多。对，嗯，对对对，是的，大家不用担心。对对对对，因为还是要说这个问题，因为之前大家都说，就是感觉有点太，太就是。也就是感觉是一下子之间你的口袋房间就这样一整个刷下来，你会看到其实会有点难受。哦，对对对对对，就好像喝咖啡这件事情，可能它其实说实话它真的没有很大一桶，它就是正常的那种，只是变成那种小小的水桶而已，就像它一样，就是只有是真的就只有500毫升，然后大家都说不要喝不要喝，喝一半就很好了，被阿姨丢了，很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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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当下的反应是阿姨丢了我还没有消肿完就没有喝完，就是感觉就是你们懂那种感觉，我付了钱我买了一杯咖啡，我的咖啡被丢掉了，我觉得有点心疼钱。我的反应跟你们的反应完全垂直差距。对，就是这种感觉。对对对对对，是这种感觉。对，就当下的我反应是我又要再去点一杯，但是我后来算了不点了，就这样吧。对对对对，其实是会有这种感觉。其实说实话我一天喝不了10杯，我现在也就到一天只喝3杯而已，仅此而已，真的3杯到头了，可能3杯也有点多了，因为我在家这段时间其实也没有怎么经常喝很多。哦，对对对，说实话一天喝5-6杯的这种情况可能只限于我去了咖啡节，或者我在一个城市旅游的时候我可能一天会喝到5-6杯，但是一般正常来说的话也真的喝不到5-6杯。对对对，是的是的是的，一天4杯与生俱来。因为其实你这个问题我有问过牛小咖，我说你一天喝几杯，就我当时这么问他的，然后他就是因为其实喝习惯咖啡的人，然后就是你其实一天喝
你适当量就好，因为其实我们都是自己在家里面，有时候会弄咖啡嘛，就是你能控制好你是几个 shop， 就是比如说如果你放一个 shop 的话，就一般外面卖的咖啡都是放两个 shop， 如果我一天就是我一天只放一个 shop 的话，其实我比外面喝的咖啡的浓度会少很多。对，是的是的，对，就是在自己身体范围能接受之内会好很多。对对对对对，我感觉我现在讲话思路很清晰，以前感觉没有这么清晰，不知道为何现在非常清晰。确实，我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子，就感觉以前倒了老半天，倒都倒不出来，现在感觉就倒出来了，对，更加成熟了。哦，就好像你知道我那天在那个跟牛小咖录视频的时候，我就觉得讲着讲着这个麦克风就在我的手里了，然后我就感觉一直在说，感觉我像一个主持人，我在采访他，不知道是他采访我还是我采访他，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出来，就觉得我感觉一直在啪啦啪啦啪啦在那儿讲，我就觉得就是有点不对对对对对，就是感觉有点不太一样，就感觉我在我就递麦给他讲了，对，就很好笑，职业病职业病，真的职业病，是的，挺好的，其实，就是，不是呢，就是，那个咖啡，真的挺不错的，真的挺不错。我其实我看到弹幕之后，我发现大家都很了解我，就是我看到大家就是说，他说阿星就很喜欢喝那种稀奇古怪的咖啡，就是啊这首歌也好好听，啊怪不得。就是那种特调咖啡我就很喜欢喝，对，就是不走寻常路，我就是比较那种一点的，因为我那天买咖啡嘛，然后我当时不是也想给摄影哥哥那个 B 导，然后给他也买嘛，然后我当时还问了他，我说你喜欢喝甜的还是比较喝不喜欢喝甜的，然后 B 导说喜欢喝甜的，我说那刚好了，上海姑娘非常的适合你，她就是一整个甜，对，因为上次虽然我没怎么喝过，就是我上次喝了一口段总，因为段总他当时点的那个就是上海姑娘，我给他点的那一杯，然后段总喝完之后就是好甜，我说很适合他，很不错，对，直接立马就安排上。对，哦对 OPS， 但说实话我还没有喝过 OPS， 因为 OPS 经常就是要不就是排队，然后要不就是没卡上时间去喝吧。对，对对对对， OPS 算是上海前就是在特调咖啡比较起来之前，他们算是一个比较先蹦出来的一个，就是一个特调的咖啡，所以说他们算是特调咖啡上海比较出名的，就是你外地人可能来上海，你想去喝咖啡的时候，你第一时间想到的都是 OPS， 因为他排队的人很多，然后他每次，其实我觉得能做特调咖啡的人，他们都能去对特调酒有研究过。因为其实我当时有想概念，他们概念很相像，因为他们去研究了咖啡，特调咖啡的话，他们肯定也会去自己去做很多的一些调酒，他有调酒的基础才能去做特调咖啡。哦，欢迎我们尊贵的单推王楠楠莫妹妹上线啦，耶！谢谢楠楠莫妹妹送的夜蝶。谢谢你，谢谢楠楠猫妹妹送的夜蝶，谢谢。因为其实这方面，其实我之前有跟别的咖啡店的老板娘有聊过，别的咖啡店的老板娘，谢谢楠楠猫妹妹送的第二个夜蝶，谢谢。
别的咖啡店的老板娘，谢谢楠楠木妹妹送的第三个夜蝶，谢谢，就是咖啡店老板娘不断的一直在掉落，谢谢楠楠木妹妹送的第4个夜蝶，谢谢，是的。谢谢，老板娘杀手也没有啦，没有啦，老板娘收割机怎么会这个样子？谢，嗯，哦，谢谢楠楠莫妹妹送的第5个夜蝶，谢楠楠莫妹妹，因为我有延迟哦。谢楠楠们下棋去了，好，下棋快乐，怎么就是这么健康，就是说下棋7个，我还没出来玩，谢楠楠们妹妹送了第6个夜蝶，你们可能已经看完7个了，但是我现在才第6个，对。谢谢楠楠猫妹妹送第6个夜蝶，谢谢楠楠猫妹妹送的第7个夜蝶，谢谢你，嗯，珍妮和郭爽，谢谢。哦。哦，游戏哦，少女时代，好的，了解 OK， 差不多阿星就要关直播了，明天公演见咯 Everybody See you tomorrow，Good night. Bye bye.